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由于亚英给我下挑战书，我听见了无知的呼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定王，谢谢呼死串的飞机儿。哎呀，呼死串，还有50秒开奖啊！6个老板参与了我们的抽奖，谢谢呼死串。恐惧的阴影。全军出击。上单盖伦吧，嗯，只要他别跟那卢仙换路，我们就好打。他跟那卢仙换路，我们打不了。一级学个抠，记住啊，威恩上来打这种近战。操你哥的！想啥来啥。A Q A 再 A。我可点不过他呀！哎，好烦啊！搞个卢仙，感谢呆瞎虎，恭喜可乐炸养鱼，这波俺们感谢萧山全子龙啊。智龙老板跟呆瞎户是不是没送上啊？我看这之前就6个飞机呢，送完以后这波就参与人数就8个飞机啊。哎呦，真没法打。没参与上吧，全子龙老板。真的好难打，这维恩打不了，打不了那卢仙，我很难打，兄弟，我是真跟他对不了线儿，你知道吧？这玩意儿能克死我了，这。不对了，我们去中路不行。我让他们到寄托。没事，哎呀，赵信。可以。我让你换来，我让你换来，哎，对，转我来，你给我杀了他，他俩为什么要一直换路啊？哎呀，真的好烦哦。我这上路又亏了，我不去了，我今天就去中路，我就干死这个盖伦，我得换路。我让你换路，换吧。看怎么玩。罪恶潜伏在各个角落。
赵信打野，左边傻眼。你有那么不怕死吗，兄弟？直接推。哎呦，哎呦！我来了。哎呀！杀他回血，好，上当了。赵信蓝不够用，没事，直接推走。滴滴滴滴滴滴滴，嘿嘿嘿嘿嘿，哎，杀五啊！我们换回上路，我不用你们一直换啊，你一直换我就一直换，我指定不能让这盖伦好玩好过了，我肯定不能让他好过。一会儿俺们家的不祥之刃就无敌。我指定是不能让他好过了。你换我就换，我看你怎么玩。刀补的呀，不换路了，换呢，继续换，来回换，你换我就换，俺俩就换，谁也别对劲啊。那边给一轮儿，就这一波上墙，就这要追我，我看你能不能碰得到我，兄弟。赵信过来，哎呀，好快的刀啊，好快的矛，我听见了，那枪啊都一样了。漂亮，把他拿下。这轮到最后啊，终于忍受不了了，不跟我换路了。你别让我看见你放口啊，他已经死了，减速。
在他放空的一瞬间，他就已经是一具死人了，知道吧？这就是英雄克制，你知道吧？我们很 counter 他。哎呀，他有大呀！呀，他怎么会有大呢？上边他没放大吗？呀，我以为他没有大呢。让他直播前。这螳螂什么皮肤？奥德赛吗？好看。别怕呀，上去勾引他。哎，先上墙，先把塔拆了。把塔拆了呀！哎呀，我的个妈呀！没有人 A 塔吗？我吃药了还死了呀？屏障呢？我不知道我能死啊！你们知道我能死吗？刚才我看我没死，我没开呀。这不行，这饺子吃完我得刷个牙呢。这是韭菜味儿的，这是韭菜馅儿的，可以打这波，好勾。给个银头吧，赵信，跳弹来。卢仙呢？拜拜。哎。杀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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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呀！哟，算了，打个蓝吧。维恩要打这种 ADC 还是不太行，他还得打那种短手英雄，厉害，就比如说那种奥恩那种的，狗熊、盖伦、诺手。
哎呦 ，nice 兄弟！中推。对不起，猴哥。C 皇并没有说那句话，我也没有去别的直播间刷，我就是口嗨，我有罪。那你承认错误就行了吧，别跟我说下次还敢就行。点灯笼。这卡莎好像也能杀啊！哎呀，甩走了，可以上，可以上。我们先捡灯笼，哎，有点痛。我也不好去呀、啊，兄弟。那卡莎打我太疼了。盖伦是不是有闪呢？有没人救一下子呀？你们这我上哪敢上去呀？你说，好，盖伦没闪，勾的不太行啊，兄弟。啊！吃点饺子吧。在黑暗中，所有东西都将过期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热吗？还行吗？不十九度呢吗？我这补刀怎么回事？蓝林汉，这队友死光了，就剩我了啊？不会吧？算了，卢仙咱就别杀了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咋这么多人呢？我就打个石头人也能这么多人？遭受同样的待遇吧，小伙子，技能全往反了放，他已经一杠九了。让你选卢仙，让你选卢仙啊！欺负我们维恩，听
见了无知的孤儿。嘚儿！中推吧，兄弟们！那赵信搁下路呢。也倒挺快，嗯，螳螂怎么死的呢？哎，哎，卡莎怎么回事？先别吃技能啊，先把卡莎杀了，这样他们俩就都是废物了，没用了这些人。这个盾开的不太好，我本来以为我是治疗，你知道吧？来是，这赵信可不好解啊，兄弟。但我感觉这信哥好像，哎呀，能打过我，他有破败。抢 ADC 东西是不是？杀他个大鸡！可以打。如果队友不打，我们先回家。这波来个羊刀呀，我还没出羊刀呢，我就出绿叉的了，这不出错了吗？这样是不对的啊，出错了。打个红的，这回这红应该给我了吧。来吧，干一波，吸住一下两下闪一下滚进来一下两下闪一下 Q 走 A 一下一走。哎，这赵信第三段 Q 怎么给我留着了呢？我都服了。那赵信第三段条怎么留给我了呢？真的是很烦。那我肯定得扣进去啊。那赵信，那赵信在外边也打不掉血呀，我肯定得进去打他呀。但刚才不应该打输的啊，即使我死了我们家应该也能打得过。你那40-23还打不过对面，那不扯淡的吗？还全是 AD 对面，打的什么东西？那卢仙1-11有没有一点伤害的？不知道在干嘛。龙打了，
把这龙打了，来来来来来，下来打龙，直接打吧，没事。赵信抢不着螳螂的龙的，给他十个胆，他能抢得过这个赵信，不是这个螳螂。点灯笼，你们看见我们只要贴脸，你看见啥下场没？瞬间没血，就一瞬之间就给你干到没血，直接把你秒杀。这赵信还有这盖伦，我要不整个蓝盾，我那不叫蓝莲寒。他不敢穿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羊刀了，我来了，兄弟们，就杀这卡莎，nice， 拿下！得整个蓝盾呢，这。剩个泰坦吧，那泰坦人呢？俺俩打一个呗。行，分工明确，你打一个，我打一个也行，俺俩一块推这个，这样能推俩。没事，拿下了。好高，你给我三刀把他秒了，漂亮。这赵信这东西真烦哈，那个新月横扫，你如果不带他那圈他打不掉血，就很烦。